快去洗个澡，快去洗个澡，把衣服脱了。六个比我重，重两公斤，一百二。拜拜，拜拜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其实从进入公司，然后慢慢的了解什么是偶像，所有人都在为成为厉害的偶像男团做着努力，因为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强，然后跟大家在一起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当我们七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最温馨、最温暖的时候。觉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。四面八方的感觉特别不容易，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比不过七个人的嘛。这条路上有队友互帮互助的话，你走的也会孤单。我们这个团其实就像一个家里，一百天正年少，不负青春，努力造。